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要讲的这种款式的手表，它叫 Rolex 的 Oyster Star。你会看到它有 day 有 date。这款是日本机芯的，它是 Orient 东方表，是日本名表之一。Orient Made in Japan， 21 Jerry Automatic。它的 diameter 是 36mm， 它像 Rolex 的 Star 这样的啦，它有 date 和 day， 我移给你们看它的 date 的话，它是有 preset 的 67, 18, 19 preset 的，如果 day 的话，你又要转24小时的 setting。看它的原装铁链，然后还有它的 Orient 的 Buckle， 我们看看它里面的机芯，它的机芯 Number 它有写是 461901， 背面盖有 Orient 的 Logo。这款是2000年代啦，2000年到2009年所出产的这款 President Star 的 Rolex 款式手表，它是 Orient 的日本机芯，原装日本机芯。这款手表已经是停产了的啦，面面是没有写些什么。你看到它的机芯 number 46104 Japan。21 Jerry Orient Watch Cool LTD， 然后这边在走动的地方有 Orient 的日眼，这孔是 Orient 自动机芯，关回去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请给我一个赞，订阅我的频道和打开旁边小铃铛，你就不会错过的我任何一期的节目。谢谢收看，后会有期。